海游水，除了要留意自己的状态，还有安全事项要注意的。我们听下专家怎么说。游泳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运动，除了是提升我们心肺功能之外，令到我们全身的肌肉都可以有一个好的锻炼。但是都有少少安全的提示，大家都要留意的。在公开水域游泳的朋友，最重要就是注意个人的安全。一般建议都是戴一个鲜色的泳帽，或者佩戴一个充气的浮波绑住一个身度。当你游的时候，在大海其他的船只的驾驶人士都见到你。另外最好就是结伴同游，因为大家一起游的时候就互相有个照应，万一出现抽筋或者不舒服的时候，大家都可以是帮手的。大家做好安全措施，那就可以享受出海游水带来的乐趣了。